自称是禅宗的高僧大德是吧？嗯，怕啥呢？躺在床上挺舒服的，干嘛非得这拍拍脑袋啊？是啊，你折腾啥呢？你折腾的都是有毛病，那是毛病，你知道吗？要么是他有毛病，要么是身边的人有毛病，治他那病的。我说你，你看我这样能走，不是你有病啊？你不信吗？白老师，他那个像那个大师和寒山大师，他们肉身呢一直这么多年，就是还有。嗯，气脉的气脉修正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达到这个境界，就全身神力嘛，就是身体不腐了，那再修也可以红化，再修还可以就是光化，但是我们这一百年的时间太短，大部分就修不到那个光化，就很难，因为它光化就是除非气脉已经完全转化掉，气脉转化才脏器啊骨骼血液神经才开始，这个转化起来，不是说那个文革期间那个六祖他那个自身里面的内脏啊，就被人家掏出来乱丢嘛。嗯。那但是他现在就算内脏掏出来了，他的自身还是依然保持那个样子，这个是。它是就像那个骨头，它脏器里边，它就是那个气脉走了以后变成真空了，就像那个东西抽了空气了，里边就不腐了，干了就。啊，对。就自己就干掉了，嗯。那它其实它就是保持那个形在那里是吧？是，嗯。那其实就算把它内脏怎么样子把它剥离出来，它那个自身依然还是可以。对对对对。它脏器也干了，就像风干了。我们脏器里边就是有那种菌啊，它就修到一定程度，它那个神从气脉里头一脱离以后，就那个光啊，它人已经变成光了嘛，就是光走了嘛，一道光就走了嘛。嗯。那个里边那个脏器呢，就是光就是脏器有些地方就光化，或者是近似于真空状态，它不会腐烂的。嗯。就是像化石的那种状态的吧。嗯，不是化石，它是活化活的，活化石，不是那种植物的化石。嗯，也有说有腐烂的一天吗？有的，很多阿罗汉修禅定修十几年长了也会变成那样，他和、那个、回不来了。他和那个回来肉体干了啊、嗯。他和那个迦叶尊者的那个流行注释还不一样。迦叶他很多阿罗汉他那个修走的时候，他不是修禅定那种。嗯，他那个形，他是住在那种，你只要看住在山洞里啊，有些山洞里边，比如说本身就是水晶石啊，或者金矿啊、铁矿那些，他看他在哪做，就很容易跟那个环境变成一样，并那不是说还有变成弄成化石，说一般在房间里都是都不会肉身长指甲，为什么他那些石化的说肉身还可以长指甲那些啊？我看到那个蓝老他有一个。他说哪个江西还是江苏啊？可以，可以。森林是吧？有的是的，是的。对，他一直长这个，还要帮他修指甲那种啊。嗯。头发指甲，毛发指甲。他都就是空气里边湿度啊，或者调节，他那个调节还适合长指甲。指甲头发是没有神经的，可以不需要神识在里边。他没神经，神识就 不在里边，他也可以发育。但是我就是跟你是就是说，人变成的这个舍利跟抽空跟植物是不一样的，人是里边有去信息的，知道吗？那个舍利子是有信息的，它还是跟植物有不同。如果他的真身就是，被人家供奉啊，或者是被人家折磨啊，这样子，他会不会收到这个信息呢？就是像六祖的话，你的衣服脱下来被人踩拿脚，你会不会知道？就知道又怎么样呢？那跟他没关系了。那就是又说了，他因为他是舍利，因为他是人这样供的，就把他称为叫舍利子，是人起的名字，好不？对他来说，这是个假象而已。在三维角度，你曾经因为因缘具足。地水火风空具足，视现出那么一个相来，这个相你是人把它叫固体的，或者叫地水火风空，或者叫什么叫舍利，真的是人起的名字。那只是人给他安立的一个假名。那就像我们之间的那种说法，就是说，
你怎么还要受你什么祖宗的影响，这些吗？那是一种信息。信息。但是他已经脱离了这种信息源，是吧？对成道者来说不是。嗯嗯。但是就像我们这种，如果是普通人的话，就是还是会受那种信息的影响。是。缘业力，那就叫缘。像我们乡下，他就说有些是没有做风水的，他说如果不做出来，就好像就好也好，坏也好，就影响不到。怎么会没有？他有信息，你有缘分在那，血缘吗？所以说是那种缘在那儿，它本身就有风水，风水你不做也是有风水，只是说平时说风水不好。就是你本身你在坟地起一个坟，就像我们这个桌子，你就摆在这，这就是风水。就很多都就说这已经叫风水了啊，什么什么那些东西，方位啊、八卦啊、阴阳都在这儿。只是比如说你坐在这儿，你感觉怎么样把这个布局是舒服的，这就是调风水了，就是调整，就是叫。如果你很你这个人还是在五行里边，你这个人还在三界在。受五行影响的话，外界的这些还是对你有影响。就是还是有风水这回事儿。有，就是你坐在这儿，你无形中肯定受影响。你坐在这个位置，因为你是个关系网，你本身就不是一个人独立的活着，你是没自我的，你就是个关系的组合。你的肉体，包括你的脏器，包括你的思想，包括你的姻缘，包括外在的，这都是风水。你里边也是风水，你的世界就是风水。你一个人是一个世界，但如果说身上内外都是你世界里边的一部分啊，你的世界就包括外在的跟内在的嘛，心灵的嘛，那么你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嘛，那你这个世界有什么没有什么，这些东西对你会有影响的，其实始终是你的认知，因为你着相嘛，有就是有，对你没你就怎么也想，你就想也是个空想。你要达不到社会不二的时候，那这个世界百照做这个不白，对你是有影响，明白？如果你成佛了，你社会不二了，那就有没有风水就不影响你，怎么也行。就是说你就是最好的风水，你在哪儿风水好，就是这样。因为你就是一切具足嘛，风水也具足了。像他就有一个说法说不在五行中了，对吧？对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解脱了，那你就是个活宝，所以你在的地方会带来风水，就会你会慢慢的转物质嘛，不是进转你转进，内外都转嘛，你地里边转气脉，外边转环境嘛，一样的。所以佛说你这个一个佛陀降生在一个地方呢，不是风调雨顺啊，或者是减少灾难啊什么。经典里边不是经常说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大地震哈，五幺二大地震哈，那天就是刚好是佛诞的那个时候。佛诞的时候，一般就是理论上就觉得那一天是比较特殊的一天，会带来一些吉祥。那是你认为，你信佛的才认为，不信佛的没有这样认为的。好，只是你认为那是个吉祥的日子。我赋予了它这个意义。你赋予了那个日子的意义。